诗歌舞，诗歌舞，两千多年前的古印度，那个民智未开的时代，在卡比罗维国诞生一位救护世间的角色，伊就是太子悉达多。悉达多悟道成佛后，开始以深深微妙的神法来度化众生，在灵鹫山初转法轮，以经王妙法莲华经开启佛的智慧大门，引导众生航行浩瀚法海中。佛陀说法度众49年，在涅槃圆寂前不忘叮咛弟子，佛灭度之后要以戒为师，严持奉行如来教法。佛陀前世曾经历过100亿次的轮回，幻化成有情无情众生，因应众生因缘，随分随时随处演说佛法。佛陀教化众生无数，将伊堪称为世间的生命导师。正法永住，如来法身不灭。欢迎收看《释迦佛外传》。凡夫众生一念无明，执着贪求五欲之乐，在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积累，最终成为一种习惯。习气是没有觉性的惯性，一方面来自内心的贪着，一方面受外境的引诱，觉性消失，习气立即现前，甚至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自我意识越发强烈，习气也就更加顽固。顽固和执着看似同义，但在程度上还是有所差别。俗话说，不到黄河心不死，不见棺材不掉泪。顽固是负向的自我主张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，最终成为一种顽固的我执。所以佛法重视自省的功夫，修行贵在能够自我觉察觉照。所谓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反观自照是修行的初步，也是成就道业的重要功课。故事的本性因缘，是佛陀在机缘精舍时，对一名顽固的比丘说：“你这一世之所以名顽固执，便与你的前生有关。”比丘目睭睁大，一面惊吓的表情，问佛陀说：“世尊，请明示。”佛陀说：“前生的你不听现者的忠告，被利刃劈成两半，倒死在路边。当时有数得1000多人丧失了无辜的性命。”比丘简直不敢相信，过去曾经有遐尼大的业因在牵引着家己。佛陀就此为伊道出这段过去。以前，梵乌王在婆罗那国治理时，在某一个村庄内住有一个婆罗门，伊会晓咒文。相传这咒文非常厉害，在满月之时的时候，只要对着天空反复持诵一挂咒文，便会有7种宝物如落雨一般从天而降。这时，村内有一位年轻人听闻到这样的消息，便前往婆罗门的住家拜访，表明想要学习这一项特殊的技艺。没想到婆罗门将伊收做徒弟。有一日，婆罗门因为有事外出，便带着弟子到客地下国去，在中途经过一片森林，而这一片森林中早已经有500名盗匪埋伏着。当婆罗门与弟子
就进入森林，埋伏的刀匪蜂拥而上，将因两人团团围住。刀匪首领说：“将身上的物件交出来，我就放恁一条生路。”波罗文说：“阮师徒两人心无分文，各自有性命一条，要抬要挂，随在恁吧。”其中一名刀匪甲说：“启禀首领，唔通相信伊的鬼话。据说这个卡肖相当厉害，爱什么有什么，怎样会心无分文呢？”波罗文说：“你讲的是神通吧？迄种我袂晓，我身上确实无财物，唔信的话，恁会当超辛苦啊。”首领下令了落，因特地搜查两人身上是否装有财物。过了一日后，正如婆罗门所说，身上无半分文。刀匪首领说：“无关系，身躯顶无，厝内一定有。依照惯例，一人留落来，另外一个人回去摕财物来将人赎回去。”徒弟对师父婆罗门说：“师父，我留下来做人质，你回去吧。”婆罗门说：“不行，安尼别人会认为师父贪生怕死，也是我留下来，你回去吧。”首领受气地说：“好啊好啊，恁师徒两人就莫相提啊。等恁决定好的话，天就暗了，我来替恁做决定。”老的留下来，年轻的徒弟就回去吧。徒弟对师父说：“两三日之后我就会回来，请师父切勿恐慌。另外，请师父要耐住一切苦行，千万唔通在今天枉过诸事慈祥救我。这保不齐好一路，不但你的性命难保。”这500名刀匪也会跟着毁灭。因为听闻婆罗门有通天本领，能够召唤宝物，所以盗贼放走了徒弟，留下婆罗门。俗话说：“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”危机或许有可能是转机，然而面临危险时，多数人会因为恐惧而失去理智，心中充满不安、无助、怨憎、消沉乃至嗔恚，使痛苦无限放大，看不到未来和希望。唯有通达无常、因果、空性，才能够超越困境。婆罗门在恐惧中依照盗匪的要求开始施咒，等待天降财宝。西方法界推出释迦佛外传，讲授释迦佛对太子教五德，法官正的无上正的正觉，到最后成佛的一生。精彩的节目需要大家做伙来扶持，让释迦佛外传的节目透过十方法界感动人心，请扶持节目制作经费。划拨的号码：4227478，号名：十方法界基金会。到了傍晚时分，日头渐渐西下，月亮为东边慢慢升起。首领对婆罗门说：“满月之时即将到来，据说这时候你只要对天持诵咒语，便会有宝物如何一般的降下落来。这是真的吗？”婆罗门说：“原来这就是您放假我的因果。”首领笑笑说：“无错，正是传说归传说，我倒无真正见识过，所以相当好奇，希望会当亲眼目睹天公伯爷送宝物来。你可莫让我失望哦。如今吉时已到，我希望你乖乖的对天念咒，唔通予我同行别离。”刀匪甲说：“聪明人拢知影，遮个宝物拢是甲天公伯爷爱的，也唔是你家己的。
无虾米通好唔甘的。婆罗门心想：我为虾米爱受苦？我为了保全性命，也唔是为了贪求财物。相信天公伯啊会原谅我、宽恕我，未去追究我的罪过。首领催促着说：你到底想通啊？也未。那是你拖过了时辰，我可饶不了你哦。婆罗门说：爱我持咒可以，为了表示虔诚，我必须先洗洗之后，穿着清气的衣服，身上多香之后，所上念的咒语才会有效。道会为了得到宝物，拢答应婆罗门的要求，一一照办。眼看时间一点一点地过，搁唔持咒便错过了时辰。婆罗门只好对着天反复持咒。突然间，宝物如何一般，一件一件的摔落落来。道慧因赶紧用衣服接收，全部包裹起来，起脚便要离开。有一句俗语讲得好。东龙保险，黄雀在后。这一批刀匪要逃走，另外一批刀匪马上围堵过来，想要来一个乌吃乌。刀匪首领一说：“您已经全部给我围住了，现在是插翅也难飞了。”刀匪首领加说：“这个宝物是阮先得到，您凭什么要来抢？”德惠修炼一说，真是笑破人的嘴。另外，拢是以抢夺为生，你的物件也是抢来的。我当然会当为你的手上抢走啊！修炼家说：“恁真戆，应该去抓那位婆罗门才对，怎样抢我的物件呢？”修炼伊马上下令放了这群德惠家，纷纷去围捕婆罗门。婆罗门转身想要走，无三两下，婆罗门就去予人抓到，转身五花大绑起来。婆罗门不相信徒弟会回来救他，于是一意孤行，最终为自己招来祸患。四十二章经里说：“人从爱欲生忧，从忧生怖。”因为心中有爱着，而衍生出种种忧愁，对我的执着。于是渴望健康无忧，害怕失去财产，与亲爱之人分离，恐惧死亡等种种的忧愁，代表种种苦的逼迫。于是我们有所失去时，总是会感到忧悲苦恼。无论失去的是财色名利，最终都是苦。因为深信财色名利是真的，是我的，所以失去时产生极大的痛苦。然而世间的一切，凡眼见、耳闻、鼻嗅、口食、身触等，都是无常。凡夫众生痛苦的根源，正是因为不清楚空性无常的道理。德惠修炼一对婆罗门说：“现在你已经在我的手内。”可千万唔通甲我算回样，拄只迄一批刀匪有诶，我也要有，甚至我也要搁较侪来弥补我诶损失。婆罗门说：“这位大爷，我也想要将财宝互恁啊，可惜这未当讲有就有诶，必须爱等到一个月之后才会使。”首领一说：“为虾米？”因就会当马上就有，而我却爱等上一个月的时间，你是咧算我吗？婆罗门说：“这咒语一定爱在月圆之时，对天上念咒语才会使。拄则已经过了时辰，想要爱有后一次的话，就爱等到一个月之后了。”修灵一说：“本大爷等袂掉啊！”我即卖就要爱，你若是交袂出宝物来，
我就甲你扑作两平。婆罗门说：“我无骗你，我是真正提袂出来呀。”首领的一气之下，真正用刀将婆罗门扑成两半，当下便倒死在土骹。这群盗匪一马上追出去，要将盗匪甲手中的珠宝抢过来。盗匪一将所有的怨气拢出在盗匪家的身上。迄群盗匪家被大家骗家不留，全部死在盗匪一的刀下。当然，手上的财物也被洗劫一空。盗匪一抢到财宝后，兵分两路，各自逃离。这两路人马各自烧伤对方的财物，原已经各行各的路，发有折返。两路人马开始互相抢夺，厮杀到了最后，只剩了两个人。两人精疲力尽，汗臭比较较悬的迄一位盗匪说：“咱唔通阁厮杀啊！”把全部的财宝分成两份，将此金盆洗手，卖阁做抢匪啊！汉草较矮的盗匪说：“要逃命可以，但先吞饱腹肚较讲吧。”原盗匪说：“那即寡财宝该怎样办？”矮盗匪说：“咱挖一个洞，先将财宝拢带进内面，由你负责看守，我去找找食物。”阮盗匪心内盘算着，等下盗匪找食物回来，就将伊杀掉，家己独吞所有的财宝。下盗匪欢喜地带着食物回来，阮盗匪早已准备要杀害伊。当阮盗匪一手接过食物后，另外一手的刀拄向下盗匪，下盗匪血流如注，惨死在阮盗匪的刀下。法华经中说，诸苦所因，贪欲为本，贪心不去，难出轮回。一切世间苦都是由贪欲而来，希望离苦得乐，唯一的解脱方法就是修行。修行是调整自己的心念，想要改变习气，除了在行为上下功夫，也要让自己的心知止，觉察更细微的心念活动，越是隐秘处或细节，越要戒慎恐惧，因为无人注视时，我们更容易懈怠放逸，失去觉性，造作恶业。所以在空闲独处时，觉性仍需常在。觉是人人本具的，明白自性本质清净，进而启发觉察觉照的能力，将烦恼无明渐次消除。三日之后，婆罗门的徒弟提着财宝回到了原地，不见师父的踪影，便四处找找师父的下落。到了一片烂地，行到脚下有一具尸体，掘到身躯一看，师父的身躯已经被劈作两爿，已是捡了茶火。将师父的尸体火化，并且加以安葬，随手办了几蕊野花插在坟前表示哀悼，然后再往前行，映入眼帘的竟是遍地欢喜倒卧，盗匪因早已惨死，散发着恶臭味。接着继续往前行，遥见财宝散落一地。顺着土骹的血迹，发现一具尸体，手边有一块饭碗，另外不远之处也倒卧一具全身发乌的尸体，手内也安然摸着一个包袱。婆罗门徒弟心想，这个人可能是遭人掳夺，才会有如此惨状。婆罗门唔听徒弟的忠告，才会抓来杀身之祸。有一句话讲：“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”这一群盗匪心术不正，因此一件财宝也带袂走。婆罗门的徒弟叹了一口气说：“
想要用错误的手段谋取利益，拢不免灭亡。客地下国的盗贼杀了宙斯，你自己最终也灭亡。一寡宝物拢是向天公伯啊哀来的，当然爱全部归向乎天公伯啊。婆罗门多地内心反省着，师父因为在不正的场所努力降下宝物后，结果自己死亡，他人也跟着灭绝了。同款的，凡以不正当之手段谋自己的利益者，不但自己遭受灾祸，连同他人也难逃厄运，无法得以幸免。天公伯啊，慈悲为怀，拄到肯上进的人，当会赐予伊金银财宝。如果这个人心存感激，乐以布施，天公伯啊，便会源源不断赐予宝物，让布施的善行永续落去。佛陀对顽固比丘讲完故事后，下了一个结论说：迄个婆罗门就是你，你迄个地主就是我。你不但今生顽固，前生也是如此。初心不向今生道，更向何生道初心？佛陀告诫地主因：学佛之外，更爱学习布施。但众生拢是为私心利有所求，并唔知影佛门下一得万报，求功德、求福德、求消业障，就是无求做佛，真是大错特错。虽然钱财众多，只是享人天福报。那是无下下根贪能力的话，福报也只停留在这一世，后一世便失去所有财富。所谓爱不重，不生娑婆，因为执着贪求，无法脱离生死；因为有贪爱，不肯放下，所以祸不能断，尘不可出。因此，修行学佛，我们要学会放下。放下之后，还要能提起，提得起，放得下，才能得大自在。有多少执着，就有多少痛苦。如果心中看不破，放不下的事越多，心灵的枷锁就越深。放下不是放弃，而是更积极的提起。想要真正放下，要有觉察的功夫。放下是一种坦然面对的智慧。放下烦恼妄想，放下贪求猜疑，放下四大五蕴，放下之后心才能得自在，自在就是解脱。放下的第一步是看破，了知万法都是因缘果报，缘起性空的道理，又有什么放不下呢？感谢您的收看释迦佛外传，我们下次再会。Oh,
无奈何止。